这里就是基隆的侨经公园哦，你看，这里有海滩，有海，有山，天气也是很好啊，而且呢，应该是研究地理的一个好地方吧。你看，其实水清沙幼是很漂亮的地方哦。就是基隆呢，其实是很经常下雨的，所以像今天那么好的天气啊，其实是非常少见的。天气那么好的话，你看，就有人呢下到水中，就去挖那些蚝啊、蛤蜊啊，还有一些人要冲浪啊，有没有看见？就海浪也是有白头浪啊，所以也是非常漂亮的。这个地方很适合一家大小了一起来玩哦。我自己呢，就我没有小朋友啊，所以我比较喜欢是一个人看着海浪一波一波的冲向海岸去。你看那水啊，多清澈啊，多漂亮，多美丽，也反照着阳光啊，你有没有看见呢？假日来这里的人也很多、这里还有一个公园哦，有没有看见？漂亮。这就是基隆咯，哇，有货海产咯，有人在钓鱼哦，有没有看见？哇，海亮哦。哇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，有太阳啊，又没有下雨啊，这是去海滩的好日子，但一定要涂防晒哦，不然的话就会晒黑咯。哇，水也很清呢，看得到上面哦。哇，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可以坐船出去哦。我们沿着这个基隆的海边，有小孩子啊在找蛤蜊，也有人在水中，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，人就在钓鱼哦。这边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淡水一样的，因为可能都是海边，那有一点点不同，就是我在淡水那边没有看见这些防波堤啊，也没有海岸线也有一点点不同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渔港啊，你看外面就有很多船在那边了。基隆很值得去。